去年跳水跳举办吧？有跳水没有了？去年没有这个。好的，去年没有这个。对啊，要不然你每回在上面跳啊。什么？你那个啊？退休仪式要跳一下吗？跳什么？唱一下那个五月天的那首。你们以前有跳吗？有啊。我比波浪高哩。我忘记，我忘记跳什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统一狮一年一度的球迷会来野餐啊，我是今天的客串主持人靖凯，我是李祖杰，等一下我们就会带大家去看我们今天有什么活动。那赵主，你对什么活动比较有兴趣呢？我对高尔夫球比较有兴趣，因为金董学长他很专场嘛，不是专场，怎么讲，就是他的乐趣啦。应该是说我们平常不会没有不会比较少看到接触到这种东西，所以我们应该是我们两个都对高尔夫球有兴趣，所以我们带大家一起去吧。先看一下自看我们的，看一下我们高老师，高老师在教，这样来介绍一下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是机动组的，机动的，哎，我们现在是机动组的，是要看你怎么教学。好，刚好大家要跑三圈，你刚好入场。看一下，今天比较害羞。耶哦！不过是真正的高手，绝世高手。这两天在练多久？绝世高手。你练棒球时间？你练棒球时间还长？真假的？该不会打高尔夫球，打棒球就会变强吧？看一下。接球哦，然后五支的接班人哦。他有他儿子吗？谁？还老五支的儿子。哎呦哦，漂亮！老五小支的哦，有天分，可以打棒球了。哦，下一位，蛮有天分的，下面示范了。示范一下吗？对啊，示范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金董学长要示范哦。有有哦，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哦。哇！哎呦！哇！中标哎！中标！一杆进洞哎，学长，太厉害了吧！刚刚那个活动就是我们就是先丢一些基本的观念给他们嘛，那最后还是在比那个切短切杆的准度，那看谁离棋子比较近这样子。那最后统计分数出来，金龙这一队的分数小胜了我们，所以金龙的不止球技好，他连教球都很厉害这样子。其实打高尔夫，我发现其实打高尔夫比打棒球还要难的。所以我也跟他们讲说，就是今天尽情去玩就好了。也要谢谢志刚神拜这样子，就是用这个活动给，就是我们球员跟球迷有个互动，就是不是这单单在棒球上这样。我觉得，做一些小趣味的活动，然后一些小奖品啊，就是奖励，我觉得会增加球员跟球迷之间的一些接触，也会更亲密一点这样子。现在接下来我们要去找我们的图教练突飞猛进，还有两只双胞胎，两个双胞胎吧？讲错。走、啊，直接拍，先拍图鉴。图教练，你今天介绍一下，你今天这是什么活动？这是什么活动？宽步活动。三步路。超懂。图鉴示范。哎，图老师。五个人。学长，今天要做什么？他们今天要做什么？今天是跑十六趟吗？三步路做操而已吗？做操，代操啊，会。流汗了、哦，可以。蛮标准的，。有在偷练哦。刚刚我们两个去看了图鉴，他平常带我们做操啊，然后
看他带着球迷们做平常会做操，然后还是听到他会跟平常会跟我们讲的话。对，就是依然没有改变。依然没有改变。助教都在，感觉都在旁边偷懒。旁边偷懒啊，因为后天才要做那个。后天要看到他跑体能，可能他们都累了，不想做。其实我们不是偷懒，我们是想把那个舞台让给涂教练，让他好好发挥一下。那他今天有开心吗？我看他好像蛮开心，他应该蛮紧张的，我觉得。有比你唱歌紧张吗？我觉得他今天来就有点蛮情绪蛮激动，然后蛮兴奋。我跟崇宁比较担心是。涂教练的那个节奏好像就是像我们选手在做的节奏，我都觉得他们好像已经快不行了，那脸很红，然后你问他们行不行，他们可能因为难得的机会，他们都说可以，可是我很怕他们突然晕倒还是干嘛。对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客串，然后我们现在是客串结束，等等我们两个会一起参加来野山的趣味竞赛的活动，请大家拭目以待，拜拜。欢迎，快前面的，欢迎。首选跟那个男主角很像，卡哇伊的。是美的，直接在一个美的国度这样。啊，张翔怎么第一个？张翔那里，第一个。动作是太小。我是觉得蛮美的了，蛮好看的。我觉得这样巨尴尬哎。阿哥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感想？阿哥。你有什么感想？请问一下。我打59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他们没有录感情。你的感想是什么？我是觉得蛮美的啦。哪一位？七位里面，我觉得张翔是最美的。是那个有点，他的舞姿有点妖娆，性感的部分。性感的部分。所以如果跳舞跟跳水，跟你们选？跳水。那刚刚谁跳最好？我再跟他分享一下。你先讲你的。我觉得是那个吧。那他对的吧？我听我学弟的张翔跳的，我觉得他跳的还不错，只是跟他平常跳的有差距，他平常跳的比较开放一点，所以跟你在第一次上台会紧张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来野餐，你觉得哪位西秀跳的最好，请在下方留言，然后欢迎订阅我们同一师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记得订阅哦，加分享，记得小铃铛。